虎扑12月29日讯，国安球迷组织发文称，印有我们的名字是北京国安的大巴车体画面因不可抗力因素被下刊。国安球迷在大巴上印上我们的名字是北京国安。我们的球队是国安。等语句，表达他们对国安两个字强烈保留的愿望。球迷组织御林军在社交媒体中称，因不可抗力原因，此车画面下刊。感谢足协及更高部门给予我们国安球迷再一次团结一心的机会。我们会将用其他方式帮助球队、俱乐部继续努力保住这个名称。国安，国安，国泰民安。